安全智能机三大保障，其他功能都挺好，但就是这个摄像功能就差了一点。我喊美女。这个好，上面是付你老婆的，免得你交房联络，每次都听人的联系。啥说什么了？哎，这里可以保护个人私隐吗？能不能说具体点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要不你们亲人看看吧。啊？为什么？呀，因为这个手机不能卖人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手机最多得1000多，可能买不起啊。对啊，为什么不能卖给我们呢？钱不是问题，不过呢，我们康佳这款安全智能机是为三个安全的，而不是用来帮二奶搞老婆的。哇，美女发火了！我靠，我抱了怎么了？我抱了房子里了，啊？没爱着我，但是公司说了，不卖包奶奶。哎，你们看看什么服务的？哇！你叫什么名字？领导在哪？老子搞死你啊！对不起，我们只服务正经人。买安全智能机是为了防老婆，来防你，防碍社会呢。哇！老子是他的屌丝啊！我靠，这售货员也挺厉害的。你有没有男人的一点责任感？帮二奶是什么光荣的事吗？有本事你去帮阿妈把他老婆呀！我说二奶怎么了？啊？你有没有社会的责任感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们公司准了我卖给你，我也不会卖给你。你臭婆娘，你干嘛了？把男的重申一遍，包奶奶亲口胎。我靠！干架！我靠！这啥手机？还要干架？我操！什么事啊？哎呀！好不好？不敢干，真是！算了！哎呀！多大的事啊！我靠！